开着三轮赶紧去车站，我的大篷车上还能塞下几个。好的，很急了大姐。不，等等，沙扎呢？怎么那么巧，他没跟你们一起吗？他，我刚刚看到夏夏老师去了村子的那边。那边？那边我记得是……先生，您一定要相信我。要尝试说服您的父亲，这次与以往情况不一样。哎呀，小娟，不是我不愿意和我父亲去说啊。这已经是你弟不知道多少次来找我了，我父亲那边就因为我让吉娜跟着你念那些乱七八糟的书本，已经骂了我好几回。你知道，就那些人类玩意儿。你看，现在他妈妈在厨房也少了个好帮手，竹心节的星厨甚至要我亲自来准备。不管你这次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再接受你的建议。我劝你在我父亲出来之前尽快离开，你也知道他看到人类会发什么样的疯。嘿了，杰斯，你和谁嘟嘟囔囔呢？哎，你怎么又是你？老先生，您先听我说，这次事态紧急，我尽管我没办法与您细说，但这个村子就快被陨石毁了。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尽快离开。雀雀，这样的话术你们至少用了十几回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，想让我们从这儿挪走门都没有。父亲，你也别这么说，你也知道萧家他一直……哎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走不走？不走我就要……小鬼，你怎么敢帮着人类？看机了！怎么，我不帮他，我帮你这种侏罗吗？不识好歹的老家伙！你。夏二家帮了你们多少次啊？金娜跟夏二家又学了多少东西？你们只知道天天抓着他找麻烦，把神秘学家、人类挂在嘴边。你爱跑不跑？夏二家好心帮你们，一个两个不识好歹，让星星把你们都砸死算了。我们走。真是抱歉，这孩子。看机了，停一下，别，你拉疼我了。你都被他们那些人欺负多少次了，为什么还要过去找不痛快？看机了，你明明一直是为他们好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你？你不要管他们了，快和我走，我这边还留了你的位置。车站每天进出火车的时间都是一样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很快会有一列火车离开这里，现在一切都来得及。看机了，你先深呼吸，你听我说。
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为我着想，才对他们说出这种话，我不怪你。但是，如果我也做了与他们同样的事，就这样眼睁睁地放任他们失去性命，尽管我愤怒的情绪如此合理，可是这样，我与他们又有什么区别？无论是我帮助你们，还是我现在，你眼中的拯救他们，这都不过是在践行我自己的意志罢了。仇恨是不会无故停止的，肯基拉，总要有人从自己开始停止这一切。我不懂，我们在你眼里就如此不重要吗？怎么会？你怎么会这样想？你们是我最重要的孩子，你们都是我的宝物啊！你已经不是第一次选择他们了，每次遇到问题，你总是优先考虑那些家伙。感激了，你。我是不识字，但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自己也不是个神秘学家，这样我和你，和阿杰尔他们就一样了。坎吉拉，不哭，坎吉拉。原来你一直，小家伙，你跟我们就是一样的呀，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不，夏尔加，你不懂，别再说这些了，我不可能听得懂你的大道理，但你绝不能留在这里。抱歉，坎吉拉。我承认，他们的行为确实有些不可理喻，但就如同我刚才说的，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是生命，坎吉拉，我不能。你根本没把我的话听进去。算了，那你就去当你的救世主吧，我们自己走。肯基拉，奇怪，人呢？车站怎么静悄悄的？上午还有很多人呢。这是？这怎么会有这么多？
起。没事，这边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，突然来了一群戴面具的恐怖家伙，火车月台那边就站着好几个。他们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这里，毫无道理的开始攻击旅客。不过好事是，在他们过来之前，已经有不少人离开了。嗯，这都多亏了夏家老师。但是我们为了等你们没赶上。对了，你怎么自己过来了？夏家老师呢？他。嘘，他没有过来了。绝对不能被发现。糟糕，我的！你怎么这时候还带着那些货物啊？我还能应对。痛死了！这下完蛋了，绝对要死了。弹无虚发。啊！还有人，我们先带他走。这周围很快就不安全了，但这附近我知道一个地方，先带他们来这边。哼，脏兮兮一点都不优雅的坏家伙们，马提奥的打你们连香汗都不会出。愿和平与我们同在。